想象一下你住在海边的生活，又近市中心，这里启德跑道的 double coast 给到你，这间就实用面积是627呎，一个细三房套的价格是非常之实用。我们现在就身处在客厅，外连一个38呎的露台，你看到摆张凳，摆张茶几，望海，非常之正。那边就观塘，那边有上班的一族啦，你住在这里揸车出去中环都好近。有呢度就係一个做咗一张圆台，咁靠住一个曲尺型嘅厨房。你见到个厨房嘅台面真係好大。627呎做到呢个厨房，我觉得好 amazing。台面够啦，同埋佢居然俾埋明火嚟用。呢个真係好少发展商愿意咁做。同埋佢用返啲明亮色彩，几正嘅。有专哥呢就两间细少少睡房，都係2米乘2米1。呢边就做咗一个书房啦，咁坐低做下嘢，得闲舒缓下就望下个海，几 OK 嘅。再转过嚟，我哋睇多间细少少嘅睡房。咁呢间睡房佢就摆咗张床，呢度就应该大概3呎嘅床啦。摆完之后摆个衣柜，然后都系望海，好正。又隔篱咧就系一个客厕，我觉得客厕最主要就简单、企理、实用。系啦，佢呢度都做到俾你，同埋佢都好明亮，啲收纳柜都几多嘅，我几中意嘅。最后我哋睇下个主人房，主人房个设计我觉得几好嘅，佢呢度做咗一个衣柜位啦，有一个摆咗张床啦，三边落到床添，呢个哇 amazing， 望出嚟都系一个好靓嘅海景。如果我做咧，我张床应该去靠边摆，咁我多啲活动空间，而且隔篱咧就连住一个。主人嘅浴室，主人浴室呢边就用翻浸浴啦，由呢度做一线 check， very good。似呢单位发展商现时就开紧价去卖嘅，价钱咧就20000蚊一尺，咁嘅价钱，咁嘅海景，你觉得值唔值？可以留言话知，拜拜。